十三步摇同样是咏春白鹤拳的拳母套路，是在七步三战基础上去练进退转身摇法的功法训练。它的摇法分为上中下三盘摇法，上盘摇法称青龙卷水，中盘摇法称青龙出水，下盘摇法称青龙滚水。顾名思义，卷、出、滚乃是三个不同幅度摇法的攻防化解练习。整个套路十三步由十三个摇法的动作组成。两脚并立，两掌贴于两大腿的外侧，眼视前方，预备式。第一个动作是请拳的动作，左脚向前跨出一步，脚尖外展30度左右，随即右脚虚步点于右前方，左掌横竖掌右握拳，向前推出置于胸前。这脚上的动作叫白鹤祭脚，手上的动作将军挂印。右脚后撤成平马，两手收入胸前成虎爪，然后往下按压滑出螺旋劲，这叫做半月沉江。双手变掌向前向上托出，然后转接，成为孩儿捧花的动作。
右脚向右前方45度角踏出一步，向小门做青龙出水摇的动作，再往右45度角的方向的门路叫做小门。右手从左掌前臂穿过，呈双指朝阳手。呈上势，双手标出，呈双龙探海。两臂收入两掌外旋，呈双指朝阳。身体左转90度，向左侧45度方向做青龙出水。左鹤头成掌从右臂穿出，经过转节陈腕呈双指朝阳。两掌外旋双标，双阴标手标出，呈双龙探海。两手内收，两臂外旋，经过坐节呈双指朝阳。左脚里扣，右脚向前跨出一步，向左摇做中盘摇，青龙出水。这叫往右的青龙出水。
右鹤投手变成掌，从左前臂下向右方向传出，同时右掌弧形的收入与左腰际，使掌心向前，然后朝右，掌指朝上，目视前方。左手呈音标手向前插出，同时右手收入腰际，使掌心向上做，这样做左右的标掌。右手外旋，使掌心向上收入，左手从左方向右消出，这个动作叫做利刀消除。左弓臂收入，右手往右往左侧消出，使掌心向下，左手收入于腰际，使掌心向上做右利刀消除，目视前方。右前臂收缩，掌推出，两手内旋成双指朝阳手。左脚进前一步，左两手坐，左的青龙出水，左手轻，右臂前穿入，使掌心向上，同时右手回收，使掌心向上置于腰际，做这样做左的一枝梅花。右手内旋，使掌心向下向前表出，然后左手里收，使掌心向下做右手音标掌，然后在左掌里收，使掌心向上，左手
内旋，使掌心向下搓，左右手双音标手，目视前方。左手从右往左侧方向盖，使掌心向上，同时这样，这个左手外旋，使掌心向上收入于腰肌，左手推出，然后做左右两个的力刀削足。左掌里收，右掌推出，经坐结成双指朝阳手，目视前方。右脚退后一步，两手做右手青龙出水，这叫做摇空门，这是左脚在前向右摇的方向，叫摇空门。左脚向后退一步，两手向左做左青龙出水，这叫左摇空门。右脚往后退一步，左脚提起向前落地，同时两手向左向右的青龙出水，这个手的动作要做小缠腕的动作，路线是弧线型的。右脚向前一步，然后右掌向前穿出，做一枝梅花，然后左掌向前往左挑出，右掌置于胸前，然后往下做切扫白鹤扫翅的动作，然后转身45度。右脚向左平摆，
身体左转，这个左转180度，随即前脚收回到左脚前，左手经过了小长慢的动作，向左弧形摇格，右手从下面用力往上拖，这个叫做青龙滚水下盘摇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讲解一次。